不行。大人，都带来了，走，都给我跪下。怎么了，各位？哎呀，怎么这一个一个的都一脸茫然的看着我呀？啊？不知大人把我们提上大堂，您想问什么呀？什么叫我想问什么呀？你们这记性都不太好啊，我发现啊。大人，您是说？就是你吧？那天在牢房，你向本官提过什么要求？啊，我想起来了，当时说牢房太挤了，请大人给我们换一个大点的地方。那本官是怎么说的？大人说有地方比这儿宽敞多了。哪儿？大人说是王法大堂。对呀，这不就把你们请到王法大堂来了吗？啊，简直是不着边际。来，起来吧，起来吧。多谢大人，谢谢大人啊，谢谢大人，谢谢大人。这位兄弟啊，你叫什么名字？大人问我吗？啊，就是问你。小人没有名字。没有名字，本官怎么称呼你啊？小人在家排行老三，父母都叫我三子。那三子不就是你的名字吗？哎呀，这算个屁名啊！人家姓什么，字什么，会什么，还有号什么的，那才叫人名呢。我这只不过叫个印儿，跟猫猫狗狗的差不多。成何体统啊！哎呀，三子，这个名字父母所赐，没有贵贱之分啊。三子，以本官看，你在这班兄弟里边啊是最聪明的，记性最好。大人，您这可就说错了。是吗？我这帮兄弟当中啊，就我这个兄弟记性最差了。真的？这么说你们的记性都比他强？这要看大人您问什么了。其实本官今天还真没什么可问的。这样，本官今天考考你们的记性如何。谁能告诉我今年的八月初十你们干了什么？你干什么吧？我没搞事啊。哎，这可不对啊，这么近的事儿都记不得了啊？大人，八月初十我们不是打了一票珠宝店吗？哎，拿了人家价值万两的金银珠宝，不料被大人发现了，这就被带到公堂上来了。你看这记性，这不是不错吗？啊，哎呀，看来这个事儿离现在是近了点啊。咱们再说个远点的，去年的大年三十那天晚上是什么天气？哎，大人，是下大雪呀。哎呦，那个雪下的呀，我们村里的茅草房啊，哎呦，被压倒了好多间呐。就是呀，我们还打野兔呢，给大伙儿解解馋。是不是？是是是，六月初六。六月初六怎么会想不起来呢？啊，谁能告诉我六月初六那天是个什么天气？实在是想不起来了。哎，大人，您问那天干什么呀？本官再给你提个醒啊，六月初六那天天降暴雨，仔细想。嘿呦，大人，这六月的天是孩子的脸呐，暴雨说下就下，这谁还能记得哪天下雨？不对不对，你能想起来，你肯定能想起来。我再给你们提个醒啊，六月初六那天有个木耳商人，他进山是去收取货银的，回来的路上必经你们诸位住的门前，你们一定不会忘了这个日子。再给我想。哎，好像是下大雨，没见过什么木耳商人呢。是啊，大人，您能说说那个木耳商人他长得是什么样吗？
我要都说出来，那是我记性好，还考你们干什么？哎，是，大人。哼，简直把法堂当做瓦舍戏场了。哼，我再给各位提个醒，六月初六那天，那个木耳商人身上带着一样东西，这样东西对各位来说肯定不会视而不见。一个黄色的银袋子，上面绣着两个字，王四。三子兄弟，你是不是想起了什么？哎，不，范明记得去年六月初那几天，范明一直都在县城里踩点儿，不在家。大哥，你说对吧？是啊，大人，我们真是想不起来。听我说，你我当初结伙的时候是怎么发的誓？没忘，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四世财物，子断手足。还有一条更重要的规矩呢，盗人之财，不得沾人之血。可是你为什么杀人呢？我没杀人呐。大人，你先说。大人也想到了，我又何必多言呢？让你先说，你就先说。大人，你记不记得你在公堂上说到那个银袋子的时候？其中有一个人露出了异常的神色。当时就是那个叫三子的毛贼，其状十分的可疑。英国，谁说大海里就一定不能捞针呢？大哥，真的，我真的没杀人，我真的没杀人。住口！那位大老爷一提到王四，我就知道是去年被传得沸沸扬扬的那桩杀人案。可我万万没有想到，那桩案子是你干的。不是我。不是你，大老爷提到银袋子的时候，你为什么惊慌？不是你。你屁股上那两块金黄色的银袋子的布是哪来的？不是你，你为何要偷偷的拆掉它？啊？还不是你做贼心虚，自露马脚吗？是，这是补丁，是我老婆不分颜色用一个锦袋子的布给补的。那锦袋子的确是有两个字，一个是王八的王，一个是一二三四的四。可那个木耳商人真的不是我杀的呀。事到如今你还嘴硬，你说不是你杀的人，这银袋子怎么跑到你家去了？啊，偷人不过坐牢，
可这杀人是要偿命的呀，兄弟。你一个人犯了门规不要紧，可是哥儿几个跟着你受牵连呢。哎，都是有家有口的人了，全让你给毁了。不，大哥，兄弟们，我没杀人，我手上没沾血啊。一人做事一人当吧。要是你真的不想连累兄弟们，你就立刻一头撞死吧。不，我家也是有妻儿老小，我不想死啊。大人，宋大人，王四的银袋子怎么会在他的屁股上？真不可思议啊。是啊，这正应了乡间那句老话。三子，那句老话怎么说的来着？门旮旯里拉屎，天会亮的。对，现在天已经亮了，从实招吧。大老爷，我真的没杀人呢。你们说呢？三子，你不知道这位大老爷未卜先知吗？啊，咱们那点伎俩只能骗骗那位县官，想骗这位大老爷罪加一等啊。你就招了吧，招了吧，招了吧。大老爷容禀啊，大老爷，那银袋子并非小人杀人劫财所得，而是小人偷的呀。偷的？在哪儿偷的？在水饺楼偷的。偷的什么人的？我不认识那个人。大老爷，你何不问问阿春，他可以为我作证啊。传。阿春，三子的银袋子偷自何人之手？那人的名字特好记，叫什么？王四。你再说一遍。就叫王四啊，那银袋子上有他的名字，王四。六月初几？六月初八。你怎么会记这么清楚？那几天正好大哥让我在县城里踩点儿，小的白天踩点儿，晚上在窑子里过夜。大人，他说的都是实话。这是四郎的钱袋子。你丈夫生前是否有什么仇人呢？家父为人和善，从不与人结仇，他是否有什么特殊的爱好？我不明白姑娘的意思。比如说他常常夜不归宿。家父为人正直，绝不会。出事之前他有什么异常吗？那天早上他就说去东山去收取货银，下午一定赶回来。他为什么会说得那么肯定？那天是我生日。哦，可是当天却没有回来。啊，我先告辞了，这个我要带回去。哎，姑娘，你能告诉我在哪儿找着的吗？春宵楼。站住！哎呦，该说的我不是在堂上都说过了吗？干嘛跟着我？我就问你一句话。什么话呀？昨天晚上找你寻欢的那个男人是谁啊？昨天晚上我陪过三个男人呢，你说哪个呢？就是那个一百年才遇上一个，烧成灰你也认识的那个。哦，昨天晚上你偷听了吧？
别废话，快说。哼，哎呦，昨天我怎么忘了跟大人说了？说什么？你们不正找他吗？昨天晚上那个男人就是他。他是谁啊？王四啊。啊，王四。啊。嗯，这就全对上了。正是这个李正杀死了王四，然后又劫走了王四的银袋子。这个李正又去了春宵楼寻欢作乐。对。可是他万万没想到，这个三子是这个姚姐的熟客。是啊。然后又顺手牵走了这个银袋子。就是。英姑，我要泡脚。三天三天，这三天怎么就过不去了呢？是不是还是不相信那李正是凶手？大人不是说过吗？刑狱命案就是由一个又一个的环节节节相连而成，而破案之法就是把所有的环节串联起来，并且一个个的解开其中的秘密。所以，如果有一个环节说不通的话，那么全案就无法连通。我猜想啊，大人现在正在解开最后的一个环。环？嗯。什么环？哎呀，李正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行凶作案的？哦，三天，三天，这三天总算是到了。普陀王，汉时是桥，汛时就是坝。三天，三天呐，今天正好是第三天。本案有关的一干人均已到齐，是否还有一个人没到？宋大人，刑部的批文今日可是最后一天。多谢吴大人啊，今天是刑部批准处斩犯人的最后期限了，过了今日此案便舒立啊。换一本录事簿，否则就没法记了。吴大人，今日本官之举多少是有点不合时宜呀，因为再过几个时辰就是刑部批准处置犯人的最后期限。嗯，
要是再找不到真凶，吴大人，本官这话您听着是不是不大中听啊？岂敢岂敢。不过刚才听宋大人所言，这凶手还真另有其人吗？那倒不是，那倒不是。重要的不是有没有真凶，而是能不能在53刻之前找到确凿的证据推翻您的原判，否则曹沫就要人头落地了。不过说句心里话，吴大人，本官到现在为止没有找到其他凶手。换句话说，此案已经由您断案如铁，刑部的批文也在，纵然是宋某官高一级也无法改判。早知如此，你又何必多此一举呀？是啊，所以我有言在先，说是我不合时宜呢。以至于啊，吴大人，这就是出于宋某喜欢鸡蛋里挑骨头的嗜好。哎，宋大人，卑职说个笑话，要是真能挑出骨头来，那就不是鸡蛋了。是吗？那宋某试试，看看您这鸡蛋里能不能挑出骨头。曹沫杀人案，案卷当中已经有了详细的记载。这个人证、物证、签字、画押一应俱全。这个蛋里到底有没有骨头呢？这话得从吴大人指证的第一嫌疑人玉娘说起。哎，宋大人。宋大人，卑职已经把玉娘从嫌疑中排除了。不不不不不，吴大人，玉娘可是你奸情案指证的第一嫌疑人，这话就得从她说起。去年盛夏，河西村李正前来报案，说他打捞起一具尸体，吴大人当即赶到现场。由于尸面俱损，尸体开始腐烂，现场众人居然无法辨认死者是谁，只是有人含糊地说，死者与木耳商人王四有那么几分相像。于是吴大人马上差人叫王四的老婆玉娘前来认尸。玉娘来了，奇怪的是，在众人反复无法辨认死者是谁的情况下，这个玉娘居然在3丈之外一眼就认出死者就是她的丈夫王四。岂不怪乎？那么解释只有一个，这个玉娘是知道她的丈夫要在此处被谋害的，换句话说，这就是她跟凶手商量好的。吴大人，您是通过这么一个常理判断此案的，对？我不不不不不不不，是小丽最先看破的。唐书丽，大堂之上轮不上你说话。好了，我们姑且不说这个书吏是真有高见呢，还是另有隐衷。总之，吴大人，您是认可了他的判断，才将玉娘缉拿归案的，对吧？的确，但是按常理，无独有偶，就在吴知县对玉娘之案心存疑团的时候，他又从陪同玉娘前去认尸的王婆嘴里得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其实说起来，这也不算是什么秘密，否则这个王婆怎么会知道呢？这个王婆所说出的秘密，就是曾经有人在3天以前扬言要杀了王四，欲娶其妻。那么这么一来，一桩通奸杀人的案情就这么顺理成章了。奸夫淫妇嘛，就不必说了，自然就是这个曾经扬言要杀了王四的曹沫和玉娘。不，大人，王四是我杀的，与玉娘毫无关系啊！大胆曹沫，你敢咆哮公堂，该当何罪啊？该当何罪？该当何罪不是早就判了吗？曹大哥，你先别着急，听宋大人往下说。大伙儿还想听吗？好，想听我就说说。这个奸夫淫妇嘛，这就算是有了。吴大人，
那么在您看来，什么取证检验呢，当堂审问呢，没那个必要了。重要的是赶快让犯人签供画押。吴大人，也是你贪功心切呀，怎么连这个玉娘在三丈之外能够认出王四，如此重要的细节你怎么忘了问了呢？不，宋大人，当时我的确是按照常理，我可你忽视了一个细节，这个王四和玉娘是一对恩爱夫妻啊，夫妻之间总有比旁人更容易察觉的特征，这不也是常理吗？其实玉娘能够一眼认出死者就是她的丈夫王四，凭的就是别人不易察觉的一个小小的特征。什么？王四的一只脚上长着一个偏趾，他的尸体被打捞上来以后自然是不会穿着鞋的。玉娘，在这点你能够为本官作证吗？是，民女就是通过偏趾认出为夫。这大人是怎么知道的？道听途说，本官不是说了吗，别无长处，只是记性比较好。曹公子，这一点你好像也是知道的。我哎，曹公子，你忘了当时老身对你说过的呀，我说人家王四儿就是有福气，连脚趾头都比旁人多长一个。啊，对，王妈妈是跟我说过这话。同样的话王婆在公堂上对吴知县也是说过的。遗憾的是啊，知县大人对如此重要的细节你却充耳不闻。宋大人，卑职对这个案子的最后判定不是通奸杀人，而是曹沫蓄意谋杀。对，这就是宋某从您这个蛋里挑出的第一根骨头。吴大人，你先以奸情案将奸夫淫妇曹沫玉娘缉拿，然后又放了玉娘，改判曹沫大辟之罪，案情完全变了呀。怎么变的呢？如果不是通奸杀人，那他曹沫的杀人动机何在？大人，这边借不说话。宋大人，曹沫生性风流，他见玉莲长得漂亮，所以就顿生夺妻之心。他是想先杀了王四，让玉莲成为寡妇，然后再去找王媒婆为他们俩成其为好事。难道这不是他的杀人动机吗？说得好，就算是他有杀人动机，你考虑他的杀人时机跟作案条件了吗？第二根骨头。我们不妨通过这张图看一看那日暴雨之中玉娘与曹沫邂逅究竟能干些什么。那日玉娘去王婆的瓜店买瓜，出得门来天降暴雨，不慎摔倒，瓜散落一地，巧遇曹沫，曹沫就帮玉娘捡起了瓜，见玉娘脚崴欲伸手搀扶，玉娘未必男女之前婉言拒绝，自己扶着墙回了家。如果说在那么一点时间里头曹沫就见色起意想杀王四，那么他必须立刻掉头向东。天降大雨，道路崎岖啊，曹沫必须一口气连赶十几里山路才能到达你们所说的那个案发地河西村口伏击被害人。然而事实却不像宋某描述的这样，当时曹沫不但没有掉头向东，反而向西去了王婆瓜店。曹沫在。王婆在。当时可是这样。正是这样。吴知县，他不去向东伏击被害人，向西去王婆瓜店干什么？这有什么难的？
因为曹沫他不认识玉娘的丈夫王四。哦，他回到王婆瓜店，不就是为了向王媒婆打听王四其人吗？说得好。曹沫在。王婆在。那天你们一个如何提问，一个如何作答，给我从实再说一遍。当时我确实问过王妈妈关于玉娘她丈夫的事情。民妇告知玉娘的丈夫叫王四儿。那玉娘的丈夫到底是谁啊？就是那王四儿啊。那我干脆半道上把他给杀了，我让玉娘成为寡妇，我再把她娶过来。你要是有胆量敢杀了王四儿，不出三天我就把人送到你府上。我老婆子真不敢说那种遭天打的笑话。哎呀，该死，该死啊。曹沫，然后你就离开了王婆瓜店，一口气连赶十几里泥泞山路，冒着倾盆大雨赶到了案发地点，刺杀王四，然后抛尸江中，对吗？宋大人的推断丝毫不差，曹沫对此也是供认不讳，而且早有供词在案。一派胡言，全是伪证。第一，他既垂涎玉娘美色，欲杀其夫而取而代之，怎么会把自己杀人的计划告诉别人？第二，他去王婆瓜店打听王四，可并没有问清王四的体貌特征。我问你，一个人想杀人，连被杀者的体貌特征都没问清楚，他凭什么杀人？第三，那日你我同去河西，走了整整两个时辰，还让你差点犯了哮喘病。我问你，凭他一个文弱书生，如何能在十几里山路上冒着倾盆大雨赶到案发地？以上三点足以证明他既无杀人时机，又无杀人条件，这还不是伪证？宋大人刚才的推断真是精彩绝伦，但是卑职以为还是有牵强之处，恕卑职不敢苟同。那好啊，你完全可以挑一挑宋某的骨头。好。曹沫看到了玉娘，见色起意，产生了杀人的念头，到王四浮尸江中被打捞上岸，这中间整整隔了三个昼夜。卑职以为只需再将作案的时间向后拖延一夜半日，那么曹范的作案时机和条件岂不全有了吗？不可能，王四绝不可能死于第二天。卑职以为也未必就那么肯定啊。玉娘，民女在。你丈夫何时离家？六月初六，就是那个雷雨天的一大早。离家之时对你如何说来？家父再三强调下午一定赶回，为我亲手擀寿面。是的是的，那天玉娘上我店里买了好几个瓜，说是等她的四郎回来吃的。哎呀，宋大人没问你，你多什么嘴啊。宋大人，王四虽然说了当天赶回，但是路上有什么事情耽搁了，延误了归期，这也未可知啊。吴大人，能证明王四死期的还不止于此。还有什么呀？尸检验状上关于尸体的腐烂程度记载非常清楚，尸体在水中至少浸泡在三日以上，所以他只可能是死在回家的路上。精彩，精彩啊。小的正在做午啊。我小的正在做午饭。你还记得提醒大人吩咐让你随时听候传唤吗？是，小的大小也是个李正啊。我哎呦，把他给我带走。差官，差官误会，小的是报案的，不是作案的呀。待小的把午饭用过之后再去也不迟啊。给我带走。走走，快。不是，小的，小的肚子里还空空的，等吃过午饭再走吧。哼，以宋大人所见，曹沫便是清白无辜了。那么宋大人，卑职请问，
这件血衣，宋大人作何解释啊？是啊，武大人，你当初断定曹沫杀人有罪，凭的不就是这件血衣吗？而本官认定此案有冤，凭的也是这件血衣。曹沫，在。本官离家之时，家母曾经对我说，她说儿是娘的心头之肉，儿在外平安了，娘在家才能平安，能驱百病。这话道尽了天下的慈母之心啊。曹沫，你看看你的老母亲，含辛茹苦20年，一番辛苦把你养大成人，各种滋味就不必再说了，都是为了你这块心头之肉。娘，娘，都是孩儿心眼惹祸，害苦你，孩儿不孝啊！我儿受苦了，娘，我儿，你受苦了呀！宋大人，您这是唱的哪一出啊？武大人，你手握生杀予夺之大权，难道就真的看不出来？宋大人，卑职还想请宋大人赐教。武大人，第一，那是天降大人，如果凶手穿的是这件血衣，血迹周边一定是模糊不清的，你看看这块血迹显然没有经过雨水打湿。第二，如果血迹是死者所见，它可能见在前襟后襟，但是你看前后襟这块血迹一色相印，显然是有人滴血所致。第三，就是这位老母亲为了有朝一日冤案昭雪，为我们诚心留的一个破绽。宋大人所言卑职不甚明白。吴大人，案发何时？去年盛夏。去年盛夏，这件盛夏时节所穿的血衣却是一件锦缎厚重的秋装。难道莫非？对，你猜得一点都不错，这件血衣就是这位老母亲为了把自己的儿子推上断头台伪造的。这太不合情理了，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正是本官要问你的呀。宋大人，曹沫对此供认不讳，那供状上可有他的亲笔画押？说得好，就是这个亲笔画押又露出了一个天大的破绽。什么天大的破绽？曹沫，啊，你本是个风流倜傥的书生，并无残疾，本官也曾去过你的府上，见过你那一手妙笔丹青，签供画押之时，你为什么没有用你习惯用的右手，而是改用左手了呢？大人，你看我这……对，废了。怎么废的呢？就是这位吴大人贪功心切，严刑逼供，屈打成招。怎么样，曹沫？你还是从实招了吧，再让你受皮肉之苦，连本官都于心不忍了呀。大人，我不是都已经跟你说了吗？你判我死罪吧。啊，你给我闭嘴。本官向来都是重证实据的清官，我抓不到你的犯罪证据，我也能判你死罪？我求生无望，
求死还不行吗？你给我闭嘴！照你这么说，本官还冤枉了你不成？天知道啊！